the schedule will literally be at 2 p.m. exactly.那是周四，我一会儿10点是第一个会议，现在还5分钟。我目前感觉有2点我特别喜欢的。我们公司呢，很多的会议都是不需要开摄像头的，并且呢，我老板他会特别的珍惜就是设计师做设计的时间。一般会议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会很快的结束，或者是有的时候跟 PM 或者是其他的码农开会，如果这个话题比较 off topic， 他就会让我们这些 designer 就先 drop，不需要在这里等到会开完，这点真的很人性化。而且我最喜欢的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美国公司都做得很好的吧，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工作，我大概知道那个感觉。我们公司的 UX 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不是说很多就是 PM 来决定要做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什么样的方向，这点蛮好的，可能在北美职场比较常见吧。这周呢，因为我跟我老公都上班，所以呢，我们十点这个会议其实时间撞车了，一会儿就抱着宝宝开个会，是这么计划的。我昨天呢很早就下班了，就是因为我现在除了开会以外，我的老板并没有给我任何的任务，比如说公司的产品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一些 program 也没有收到，所以呢他也希望我慢慢的去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除了开会呢就没有工作可做了。当然了，我认为这只是第一周了，之后会怎么样我也是想着会跟大家 update 一样，不想给大家一种假象，就是哦你的 job 很 easy， 然后你的时间非常的充裕，可以干自己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真正的走向正轨以后应该不是这样的，但应该不会很忙吧。我觉得至少我的老板他非常的 nice。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每次我跟他，因为我们俩就有沟通交流，然后我就会提问嘛，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毕竟是个新人，对公司的这种政策也好啊，工作内容都一无所知。几乎每次我问一个问题，他都会说啊，这个问题很好啊，什么什么样，就让我想起来我还没有读的本科，就想起我之前学校那些老师，他们真的都是那种特别 nice， 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礼貌，完全就是不想给你造成任何压力，会去询问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哦，开会了， OK。The schedule would literally be at 2 p.m. exactly, lock my door. If I went and immediately unlocked it, it's now unlocked. If I unlocked it at 1:58 and then... 15 hours more, right? So my schedule is like from 2 a.m. to... let's say it's like nighttime, right? If you go to shortcut, right, it will be sound sound, right, on shortcut. Are you doing overnight now? Yeah, so think of it like an alarm clock. You set your alarm to say, okay, at 7 a.m.嗨，大家，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刚才呢开完了我的会，大概是快2点开完的。今天又下班了。我刚才用半个小时发了一篇小红书。你不要出镜，你不要出镜，好吧？你不要露脸嘛。就是说的你 ，OK。发篇小红书是讲的高效提升 UI 设计水平的方法，就总结了一些我认为很宝藏的网站。我下午5点需要去看牙医，然后顺便给孩子买一点吃的，就给他做辅食的一些食材之类的。老公一会儿4点多他需要面试，给别人面试，所以呢我们俩时间就正好吧，就是他面试的时候我带宝宝，等他面试完我就去看牙了，就是这么计划的。看完牙了，哇，天已经黑了，走喽，去买菜。噔噔噔噔噔噔噔。
Mm-hmm.